圣彼得堡在加列里上行，丝芙兰关门。MK 关门。Polo 关门。开的不多，有的开的就是不能进去逛，可以下单结账，然后在门口取货。维密也关门 ，Zara 关门，前面新开了一家金苹果。二月份来的时候还没有开，不知道这家什么时候开的。金苹果是线上下单，门口取货。Beef Go 是化妆品店，是可以进去的。Beef Go 是可以进去，但是不能接触商品了，商品都封了。金店也是门口取货，来多阿里，减80%最高，配5%，也是可以进去。